大家好，我是武丁阿姨。我和手罐器中国城新华超市也是温尼伯最早的华人超市。手罐有将近两年没来了吧？有将近一年了。自打疫情之后，手罐就不敢来了。我这次只买一些食物，不买肉，计划不超过70加币。看看都能买些什么呢？这已经来到了，这就是新华超市。我进去给大伙看看它这边的价钱吧。进来了，跟着手罐走。三块，还行。你看这个功能，它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。这边都是卖的日用品，东西比以前强。是，面积也比以前大了。前面是瓜果蔬菜。4.7块，黄米没吃过。我就是想尝尝嘛，所以没吃过才说要尝尝。来一个尝尝。他这还经常有促销的，比方3个10块钱。咱别买火锅了，咱最近也不吃火锅了。谁说不吃？好些人没吃就该吃。想吃了吗？想吃啊。香菇的一个，龙虾丸一个，龙虾丸一个，还有一个是狮子狗吧？对，就是小卷卷。尝尝要不，把这松花，4块钱，这是蔬菜区。现在新华的蔬菜已经便宜多了。多少钱？这青萝卜169一磅。这是东北白云豆角，你看。鸡姜，这是姜。多少钱一磅？生姜，6块钱有鸡姜。菜的品种还挺全的。这中国富士多少钱一磅啊？6块9毛钱。蔬菜区完了，这边是海鲜区。我从这个角度能给大伙儿照一圈。这边是冷冻的面食，这就是海鲜区了。手哥拿了一个带鱼，说是野生带鱼，4块8毛钱，还可以吃。好，那行，比目就这个4.99一磅。这边应该是家庭用品，这边都是整个海产品的冷冻区，在这儿你买不着新鲜的鱼。活鱼买不着，主播在那儿。看这个小啊，你买个小的得了。这多少钱？5块钱。什么叫水烟啊？我们北方的人不会吃的。北方人不会吃。就是炖汤的，或者说北方人都不会做汤的。嗯，明白了，谢谢您。进口肉。多少钱？6.09，智利的。质量怎么样？不行，这已经超50了吧？这是各种杂粮。你这买的什么呀？你这个没有这个好吧？他准备想买点小花生，多少钱这一兜？5.99，6块。还行。光顾买东西，调料区忘照了，该买的东西都买完了。总共70块0.3毛，一共14种：流沙包黄米汤圆、3包火锅丸子、青口肉、比目鱼、带鱼、牙膏、松花、果仁、黑豆豉、麻酱、小咸菜、青萝卜、栗芥末。谢谢收看，喜欢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